Good morning. We dig in more than 30 minutes. We can take a shower. 一回前に行ってみて、ケリー。Okay. で、後ろに。はい。One more time! ダメでーす！ジャフ！ I think we need ジャフ。Let's go, bitch! ダメだ！どこ動いてない？全部What? Oh, I am regretful that I don't want. Look at me. Baka. Okay. Go. One more time. 前行くよ。ここが滑ってる。You drive. I push. Natsuka, you go. You push する。Oh. Ready? Yeah!This is our front door right now. It's so crazy. It's so much snow. Let's go. More 8:45 だよ. We did almost an hour.夸张哎，准备带你去滑雪喽！Aki Aki Emily, you. So, what is our team name? 小胖。小胖。那我们的 team 应该叫做 No Chocolate。
每天出来呢，例行公事就是必须要把这个车上的雪除掉。这个礼拜应该是本季雪最多的一次，而且我觉得好像比去年还要多，就是累积得很夸张。一月的时候没有下很大，但是在二月的时候就突然，你知道，突然一个瞬间比去年下的还要多很多的感觉。好了，我们出发去滑雪场吧，给你看一下现在的雪墙有多高。坐铲雪车的人应该是蛮辛苦的。这阵子啊，我就是很努力的在滑雪，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冷落了我的 YouTube，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本来想要就是一个礼拜上两支影片的，可是最近雪太好了，然后朋友又一直来一直来，我就变得有点没有时间剪片了。因为我们滑雪都是从早上八点就出门了嘛，然后一路滑到可能两三点之类的，那每次回到家呢就蛮累的。刚好因为这个礼拜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应该知道，就是阿卡拉发烧嘛，他感冒还蛮严重的，所以我每次滑到中午回家我都要先就是做菜给他吃。你知道我滑雪完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回家做菜给他吃，到最后晚上就变得很蛮没有精神剪片的，有点可惜。所以最近影片上的有点慢，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须要先预告一下，下礼拜呢会有很精彩的影片哦。我要离开 Niseko 了，有没有人猜到我要去哪里呢？赶快留言猜一下。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试的这张板子，这是 Deus 的，然后它的背面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张板子特别的地方是啊，现在这一边是板头，对不对？它的板尾是尖的，它的板尾是尖尖的造型。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滑他们家的板子，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 sponsor by 这个牌子的，所以他就借我试滑了一下。我觉得滑的心得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啦，就是因为它的板尾是尖尖的设计嘛。那其实我也才滑了三四趟而已吧，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想要知道那一张板子的滑下来的心得是什么。那我昨天是有滑进 powder 里面试试看啦，我觉得在 powder 里面因为它算是有点短的嘛，所以它其实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是很好操控的，因为它比较短的关系。我觉得用这张板子来 carving 呢算是还蛮稳定的，整体而言我是觉得它是一张 OK 的，还蛮不错蛮好玩的板子。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遇到他们的试乘会的话呢，可以去试试看。目前女生只有一种尺寸了。哈，今天也是一个大雪的日子。那我个人呢在很 powder 的时候，我还是喜欢滑我这一张就是 Gentham Stick 的 Trinity， 因为这张的板子够长，所以它在松雪里面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可以做到转弯的，然后它的速度很快，几乎不会发生什么现在 powder 里面的状况，就是你只要站得直直的很轻松的，就是你知道像切菜一样滑过所有的 powder。 没人，太爽了吧，没有人耶、欸、哇太棒了太棒了。今天就是一个 perfect day， 没有人排队。但是我刚刚看到我朋友他 PO 的 Hit Up 好像很多人，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你想要看说今天哪一个滑雪场人很多的时候，你只要八点半打开你的 IG 就会看到一堆人在 PO 各大雪场的状况，很好笑，给你看。这是我朋友刚刚 PO 的，你看看这个 Hit Up 的人潮， Oh my god。 今天就好好来带你们滑一下这边的 gate。啊，这个东西呢我还习惯用手拉， actually 应该是要就是靠在腰上面啦。你看它这个快到站的时候它会越来越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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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死到不放手，我要做到最后一刻，是不是看起来很方便呢？ OK 到站，这里就是 Gate 11啦，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地图跟大家说 Gate 怎么走啊之类的。如果你对一般的滑雪场的 Gate 不是很熟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带个背包，然后带你的 Beacon Backcountry 的一些装备会比较安全一点，以免就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路啊，遇到雪崩被埋起来什么的。 Village 呢，这里已经像我家一样了，今天就带你们去逛逛山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支影片如果有讲话的部分都是用 GoPro 9，然后
等一下我滑行自拍的部分会是用 Insta360 ONE X2。 那我之前在影片里面已经介绍过很多次，就是我很喜欢 Insta360 ONE X2 自拍的效果，因为这个是像我现在一个人滑雪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拍出那种哦有人在帮你追拍的效果，所以我非常喜欢用这台相机，它在这里。那我每次滑雪如果我要拍影片的话，我就会带两个。自拍的效果来讲，目前还是 Insta360 ONE X2 是最好的。我们这样子滑到这边再走一小段就可以开始滑咯。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早晨运动啦。那我通常早上会这样子滑个五趟六趟之类的，就是滑到中午十二点或是下午一点，然后就回家去吃饭，或者直接去 village 泡温泉这样子。Powder 吗？天哪！我跟你讲 ，Gay Eleven 真的是一个天堂，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也要挑对日期啦。刚好今天非常 lucky， 因为是Corona 的关系，加上呢日本的假期又结束了，所以整个几乎都没有人，全部都是 fresh pow， 超爽的！也太久了吧！我在寒风中等待你。你说在下面等啊？今天跟 Kevin 滑雪。阿 k e y e a Wake me from this dream I've been in to getting closer to you I swear you might exceed Oh bab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Now we are one step closer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Put your hand in mine Yeah we are one step closer 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the end of the line It looks like we made it Let's get it on we got it going. Yeah.
的滑雪结束了，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接下来呢，我要去朋友的办公室拿红酒，因为他那个红酒超级好喝的。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上我自己滑嘛，自己滑也有自己的乐趣，然后跟别人、跟朋友一起滑的话也蛮好玩的啦。但是自己滑的话就一定要耳机，要听音乐，你知道，要滑在自己世界里面。然后呢，我必须要称赞一下这个 Rode 的这个麦克风，我没有业配，我只是觉得我觉得我在用的器材们呢，基本上他们还没有坏掉，就代表他们真的很坚固很耐用。因为我这个人粗手粗脚的，就用东西完全没有在小心翼翼的那种。然后我这个 Rode 的麦克风，就我滑雪的时候几乎都夹在外套上面，然后翻滚的时候也一起翻滚，然后下大雪的时候也一起，就淋雪然后整个湿掉什么的，但他们都没有坏掉，我觉得蛮厉害蛮优秀的。好，我们一起出发，带你一起去朋友的办公室。然后他的办公室现在雪也下得非常非常的厚，把他的办公室也快要盖掉了。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 Niseko 的家，其他人的家长什么样子。因为我真的必须得说，这个礼拜的降雪量真的很夸张，这条路已经变成一个厚厚的雪墙了。我们快到了，你看那上面的雪已经整个都掉下来耶，雪超多，天哪，这个屋顶需要清一下吧，这就是平的屋顶的坏处，哇，很夸张，天哪，你们看这个雪墙也太厚了吧，我的天哪。我们夏天的时候在这边Barbecue， 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结果现在冬天变成这个画面，你们看那个，太扯了。里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仓库之类的吧，就是根本就过不去啦。我拿到了红酒，就是这一罐，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它不贵哦，就是便宜又好喝的红酒，是法国的。这个红酒真的是让我很像不小心，很像葡萄汁一样，就是这样喝掉，就不知不觉的会喝掉，真的很危险的一个红酒，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你有机会逛到的话，一定要买来喝喝看。接下来呢，我要回家了。其实呢，这就是我疫情以来在二世谷的生活，平日的时候还是有帮忙照顾小孩，就是做一点点的 part time job。 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啦，因为毕竟就没什么客人嘛，对不对？其实我还蛮好奇现在台湾的天气怎么样的耶，如果很冷的话，记得大家要多穿一点，不要感冒了。好，回家。没有没有，我们就从这边滑几个弯就可以给我了，我就靠近你。好，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好 ，Go。真的超难的。